月季，哎呦，前一个晚上，对不对？各种奋战，那个首胜场打的是辛苦，但打到了啊，直接来点数就进来了，关了是吗？对呀，没事，没游戏关了是吗？游戏关了是吗？因为今天你才可以打开，才开始前业绩嘛，继续玩啊！关了吧，关了，哎，没关了就要开，关了就要打开，对，游戏这种东西就开开关关的，对，这当然任务每天打，最后送你375，没错，任务要8月8号还有神灵的礼包交给各位免费领的，哇，我看到了，这个礼包就像是神灵附体一样，哎呀，我一直在，这不是打架，是神灵附体，不是错了啊，左边的上路换人了 ，Lacan，Lacan， 通常有一个了。林智力走了，通常有一个的都不是弱的。哎呦 ，the shy， 对不对 ？the 扛啊，对不对 ？the 冲 ，the 咪咪的，硬要讲一个，对，都加了。哎呦，他来，他真的拿欧拉夫打克朗德啊！他就是单人来 C 的，他一定要 carry， 对，还要 C 起来，他要 C 起来，他等一下就会开始问哦，就会有一个河中女生跑出来说：“你掉的是那把金斧头，还是把银斧头呢？”对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怎么回答比较好呢？我怎么回答？对，斧头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整理一下我的衣服，我整理一下我的衣服，我吓到，整理一下衣服，看你我要脱。衣服没有，我想说，湖州女生问你问题，你怎么了？没有的时候，他赶快调整回来不就好了吗？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，不用这样吧？2%，2%、啊，越来越低啊！零这干嘛？最后要不要1%？这个二不就是299900吗？对不对？差一点点，299900的字卡要出来了，来了，就是这个299900，太厉害了，69MSI。对不对？400系列主机版，破击炮主机版，搭配了2060，这是一个辅助破击炮能力的一个显卡，知道什么 Turbo Turbo 直接推了，这个破击炮射出的速度会非常的快，哎，想要打想要，哎，对不对？没错，现在下单，马上出货，不可弃标，来给我一只机械表，最近出狱了吗？该出来走一下了，出来走一下，对，出来走一下，非常强了，但还在配上了 2K 之后，还有更新频率240赫兹，那个毛孔，那个呼吸孔，你都看得到，对，这个。很清楚，那个脸直接照到不得了。你在看 Discovery 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海底生物在那边呼吸的时候，你就看得到海葵啊。我有啊，在呼吸的时候。你以为我在讲什么？海葵啊，海葵，海葵在呼吸的时候你就看得到，对不对？都看得到。有有有，我有看过一个，就是他那个很清楚、很细节，对不对？你一般看可能不知道，觉得老婆就是老婆，但这里老婆跟巫婆，你一看就知道。哇，你这一看，两个人分辨是很清楚啊，清清楚楚。没错，就是这种高解析度。我们那队呢，就是还是我在讲。我们就是还是属于这种这个偏嘴打捞的，是，对，就还是开心啊，开心啊，看，因为这种业余赛就是好玩，主要还是大家欢乐就好了，没错。那这场要看一下胜败拿出了勒布朗，而且还是什么圣诞夜哦，没错，没错，他看到人就是直接踩两下，没看他输过，我跟你讲，哇。这个更厉害，当那个加里欧呢，等一下开始说，可以踩我吗？可以踩我吗？踩我！哎呦，好爽好爽！那是不得了，是不是？你有看过那个？哎呦，很努力要 carry， 看了一下绕背了。好，钢铁钩射要出了，三等。鳄鱼想躲，没躲掉。先划两段。两段位离开，欧拉夫正巧从后面出来，感觉是因为他需要去打出一些东西。欧拉夫本来就是一个时效性很强的英雄，哎，晕到了。被锤了两下，被练住的艾希，不知道看 CS， 看一下中路的 CS， 哇哇，两波兵，勒布朗出来，那是真的厉害。胜败这场是不演了，上一场可能是有人叫他玩鳄鱼，他不高兴了。想要抓到了，抓到你喽 ，JK 被缓住，柱子卡一下，脚闪了，走了，跟着闪下去吗？没有，比较稳，感觉下去的话，你看懒了，知道懒了，你可以在前期刷完了双十之后。他是绕到了一个红 buff 附近被抓后，欧拉夫又下来了。这就是不要让他回家，对，不要让他回家，让 JK 变成一个什么？这个一直被赶回家的人。对，是一个巨魔闪现斧头来了，劈死他！哎，塔里克要来了，在后面直接一个反击回血。我这欧拉夫本来陷入危机，还有双人组的中路全开也到了。密尔没交 TP， 这里要反接，可是没中级。这里没中级，没中级的特朗德，这个 TP 下来其实有点拼哦，很尴尬。但对面也没中级，那卡玛来了，卡玛从侧边来，然后后面再亮一个 TP， 哇，是五人。对，但这个 TP 急救还可以，他是劝退要回来的。你没有任何的先天的一个优势，现在下半部夹，但这个位置对面要下来了。好住，在第二段踏柱子卡住加里欧，锁链跟着肩上，再一个晕眩。智能血光晕到后，加里欧交技能跑，还是被特朗德给吸死了一个圣怒霸体。特朗德 JK 你好大，哇！哎呀，怎么这个人怎么现在变这样？这是角色性质的问题了。加里欧本身，老实说了，加里欧这种角色，你要去跟勒布朗这种破坏力很高的角色去五五开，本来就有点。没错，圣怒霸体吸吸吸，
我觉得两边都要查一下，两边好像其实我觉得红方其实可以考虑开始射兵箭的。来了，说着说着就中了，要闪晕到了，晕到锁链牵上一针就直接死了。中路全开必定要打这个龙喽，再不打那节奏要掉光光喽。伊泽瑞尔给欧拉夫进来，但龙还是没有拿到。欧拉夫一个人在下面苦苦哀求着别打我，但还是被打死。没错，就是要往上。那以前有一个这个什么，要被筑起来喽，卡住。欧拉夫也没有大了，前面交过连续的 CC 控制，欧拉夫就是这么怕特朗德被筑死了，就是最卡死后倒地。好像没什么机会。台服有四个第一所组成，另外一个也是精英前十，竟然对上这群玩家被压制，完全没有还击的能力吗？他这里先拿出他的 man 脚，你不 ban 他就玩，他玩他就是压。哇，这就是什么保证？这就是2014年的 Faker。哎呦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有勒布朗就拿，结果被我们胖将军一个摩甘娜 MSI 2015总冠军赛表了一波。对，是2015 MSI 的那时候嘛。MSI 对，那是 EDG 最辉煌的时候。没错，现在打什么？15年我忘了，对不起，我要更正一下，是15年。对，现在是什么？打什么 EDG 都被逆转，10000块，被洛菲被逆转。阿布已经快要爆开了。对，这最近一期的 EDG 是什么？哎呦，好痛哦！柱子卡死了，欧拉夫开大还是死？兵箭打到后面，欧拉夫你死太早了，他只晚一点帮挡兵箭就没事了。哇，那巴龙要掉了，以后大绝从来没看他落下过，现在没有，没错，还没落下，还在靠啊，人死了。这里加里欧也不行，加里欧要回家，但这里被抓了。你看啊，如果是加里欧要回家的话，那其实打野有没有必要这样子走出来呢？哦，这边就是大家会打一个问号。那兵箭出手其实真的一记是衰。对，欧拉夫你有被死晚一点。他还有闪现治愈哦。没错，他还有闪现治愈的。没想到我的前排弱不禁风，现在在有点五味杂陈了。对，哎，龙魂哦，右边锁链又签到了，签到直接炸一个惊人出来，哎，要跑，但能跑过勒布朗吗？还喷个闪。但他闪现交了就回不了头了，没错，他回不来了。卡米尔就位了，钢铁公社 TIC 加里奥进来，准备 combo， 但龙魂已经拿到这波几倍，无敌，可惜有龙抓手的无敌，扛着你的无敌准备要来反打。欧拉夫冲了进来，但他没有大绝，被 CC 控制，就是直接死亡。这一波在小龙的团战中，全开得赶紧撤退，剩下下路的双人组交了闪现，失败难免。追在卡马身上，卡马也是跟着闪现，然后后面太阳能闪现想要来追伊泽瑞尔，是那个圣路霸体红重击直接下，伊泽也是交了闪现之后往后拉，来看一下这个啃咬，先把伊泽给留住，伊泽要打被筑起来，一棒一棒敲在他的头上。爆开，直接敲死了在上方的位置。现在勒布朗直接在问胜败说：“哎、欸，惠真，你会那个吗？你会订阅吗？你会吗？你不会，你死定了！”哈哈。那没有机会了。Five Man Ulti，五人大绝。哎呦，这个什么塔里克超无敌，直接大家保护。哎呀，大家进来，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了嘛，卡米尔能够踢的只有艾希配加里欧的进来，他一定要把那个人给秒。然后卡米尔就位的时候，塔里克大绝已经准备好了，一瞬间的保护。这叫什么 ？Five Man Ulti， 大家都无敌。这打了半天，那个都没扣血，都无敌。有一个小场外。我们聊个场外因素，是因为卡米尔踢那个大绝进去，照在艾希身上之后，把人全部挤到那个无敌里面去了。大家都弹进去，大家都弹到那个无敌里面去了。我没有骗你，然后弹到无敌。大家如果之后，这个等到我们今天收播之后，大家去看一下 VOD。没错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他把人全部弹开，刚好弹到无敌里面去。哇，那大家都无敌了，后方位。哎呦，这才是一个询问的阶段，订阅胜败玩家竟然被玩弄于鼓掌之间，又来秒杀了人。啊！我就说胜败一定强嘛，上场谁在怼他？哦，站出来，站出来！我就说他一定强嘛，真的是哦，哦呦，真是这么无敌，秒杀人速度这么快，他那个带进化有用吗？接技看起来是什么18岁的接技速度？对，曾经单杀过Faker的人不一样，现在是 solo Q， 对，很明显，对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当年玩前景大牙小牙，然后什么电卷落石直接全部一秒接六招，就是 all in 的好不好？他现在就伤害，又是连续骚扰，又中 EZ 吗 ？EZ 没人救倒地。完了，这个 EZ 真的是可悲。好了，准备决定。没有人要帮他挡。晚上宵夜谁要请了？无敌，无敌！但大家都别想请吗 ？Five Man Ulti， 毛到后排啦，连续的晕血，崩砸啦，死光了，0-15，玲珑塔吗？玲珑塔追群玩家，还可以吗？有没有人要请晚餐？没有，0-15，晚风大满贯，四个台服精英。第一名零零零，对，这你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状况，这、欸、他。
台服四个，这个就跟那个篮球一样，有没有？0-77，什么豆腐金刚队、魔鬼队，太厉害了！玲珑塔，对，这场比赛不得了，台服四个第一名的合在一起打这群玩家，结果被这一群玩家当笑话。哎呀，我这里是直接连续单杀，太强了吧！